三月十六日晚，刘涛在微博上晒出了给《欢乐颂二》配音的照片，引起了网友的围观。从刘涛晒出的剧本来看，他已经完成了《欢乐颂二》的配音工作，看来此剧播出的时间已经离大家不远了。网友纷纷呐喊期待《欢乐颂二》，都已经准备好小板凳了。而配音时的刘涛一身休闲装，戴着黑色棒球帽，一脸素颜，看起来精神满满，皮肤红润光滑，笑容甜美迷人，成熟中不失俏皮。有网友忍不住夸赞，姐姐这次自拍也没美图，有颜就是任性。